大家好，我是福建省泰宁县县长王胜文，很高兴为大家推荐我的家乡泰宁县。泰宁位于闽西北武夷山脉南麓，闽江流域上游，与江西省接壤，是连接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枢纽。泰宁拥有世界自然遗产、世界地质公园两块世界级品牌，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。在世界自然遗产中，泰宁是青年期丹霞地貌的代表，被誉为中国丹霞故事开始的地方。天下第一湖山大金湖，千岩万壑的丹山与浩瀚湖水交相辉映，成就了泰宁的精粹水上丹霞奇观。猫儿山雄居金湖之畔，登临猫顶，百里湖山美轮美奂。九龙潭静谧幽深，被称为丹霞山水微缩明珠，数百条深切峡谷绝对是泰宁世界遗产独有的风景。上清溪曲流蜿蜒于赤石翠峰之间，天为山栖，水球石放。再下大峡谷，三条成因年代走向各异的峡谷首尾相连，奇峡幽谷，竹林风貌，有在下归来不看谷的说法。泰宁的丹霞洞穴多奇绝见长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在下大峡谷的天穹岩，洞套洞、洞叠洞、洞连洞、洞穿洞，让人瞠目结舌。金湖的船岩面积4000多平方米，可容纳万人。李家岩岩槽长约400米，形同高悬崖壁的天然栈道。这两处景观都被列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。泰宁是汉唐古镇，两宋名城。深厚的历史积淀孕育了这里独特多元的人文。行走在泰宁古城，古街、古巷、古井、古城墙、古牌坊比比皆是，一座江南名城400-500年的年轮触手可摸。明末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李春岳的府邸尚书邸，气势恢宏，精工细作，是我国江南保存最典型、最完整、最文物价值的明代建筑群。被称为民间故宫的明清园，是福建唯一的民间收藏大观园，将珍奇古建筑收藏品融入灵山秀水，堪称中国木雕艺术博物馆。古城红军街是全国100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，泰宁是原中央21个苏区县之一，有10万工农红军曾在此屯兵营马，底蕴深厚的苏区文化为泰宁古城生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泰宁寓意太平安宁，一个离凡尘最远和心灵最近的地方。生活在泰宁，像泰宁一样的生活，正成为人们的一种向往。泰宁民俗吸收融合中原与古闽粤文化，别具一格，被文化部授予天下第一团的梅林戏唱腔清丽，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被称为戏剧活化石的挪舞，粗犷豪迈。泰宁灯传人艺，每每节庆，桥灯、赤膊灯、蚯蚓灯、鱼子灯，都是流动的艺术协议。坐落在秀美山间盆地的原生村落，将自然与人之和谐演绎到极致，带给渴望暂别喧嚣城市生活的人们无尽的留恋。泰宁精心呵护青山绿水，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首位。这里空气最清新，水质最优良，森林覆盖率达78%，空气、水、土壤质量均居全省前列，山水奇秀令人惊艳，是亲近自然、安养休闲的天然氧吧。中国静心之地福建泰宁，静静地等待着您的到来。